来啊，请看他哭不要叫过。你给我走了、哦，廖蒙子。什么？你不要紧吗？杨明珠啊，你个臭牛为什么？你真是敢天就大你！没了没了，我要哪会敢啊？我是真正足心心在遮做义工，我要哪会知影我的无说你跋倒，一般乡卡唔只会。我看你根本就是挑故意的，我今仔日就你今日礼拜倒来出去。你是什么？你是要当枪炮？哎呀，这边哪会当怪我啊？我知影，一定是母娘想要听话你，唔才会让我走路走到好好，雄雄跋倒。谁敢欺负我？小明生！这个笨手，是我的责任。大家进来看哦，万朝人想要杀人哦。你是在虚假？你真的是我什么话不你？哎，大概有看到吧？这个万朝远，甲伊迄个土客兄，都谋杀家己红婿甲达官的查某囝万新明爆出来啊！即马竟然阁想要伫咧庙里杀人呢？啊，真正有够恶毒的！个地方官呀！快点！喂，啊，四位啊。哎，我去送货，啊，不过我今日有请假呢。哎，好啦好啦。哎，好啦，对方是万朝远呢，你敢真正要不靠跋倒相杀，才愿意离开？嘛是吼，万朝远咱抓袂起。是的。我警告你嘛，你若不随家，你无影片伫你。我保证你阿母见袂着明仔载里头。恁俩唔对人啊！阮爸是绝对袂放恁煞的。拄只迄个直播是假的啦，啊！不过恁爸阿囝讲的话，我拢有录起来啊。你若是甲对阮安怎，我绝对会甲这个影片上传哦。我惊啦！爸。伊安尼甲咱创治，一定要让伊死。了解亚平的高手，我绝对让因知影，甲咱创治的下场。因都讲迄个直播是假的，反正迄个亚平嘛是假的啊，是假啥？你若唔随家，就无亚平一日。我保证你阿母明仔。看袂到你啦！你爹唔对人啊，阮爸是绝对会放你走。满当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阮煞嘛是放过你的查某囝，你讲对无？爸，你敢真正要安尼放因煞？今晚我接堂呢，阿老婆，刚讲你想要一出来？都随风关灯去嘛。老邓，你吼、哦、有高血压的病史，啊，最近你有做心脏检查，小可有凸起来呢。啊，你讲有感觉什么所在无爽快嘞？我着医院嘛，有样感觉呢，胸口袂疼啦，啊，呼吸也袂啥顺啦，啊，我无做什么激烈运动呢。啊，食物件嘛真正常啊，啊哪会像像安尼啊？那安尼话吼，我是建议做一个心导管手术啦，安尼可以安心。还做心导管手术啊？你别烦恼啦，这是小手术尔，哦，这阮病院常常在做，啊，技术足熟的，哦，这做你放心啦。哦，该动作就爱做啦，免惊啦，先了解问题，啊，唔才好解决。好啊，会的哦。安尼麻烦你咯，我看要安怎处理。啊对，万一若是有啥物状况哦，迄陈中生哦，我当替我做决定哦。老邓诶，你别烦恼啦，哦，等你出去诶，护理师会带你去换一件衫哦，做检查，啊检查若做出来，就当开始做手术啦。啊，美女啊，多谢你呢。没有，
安尼我先来准备一下，哈。一个心导管的手术啊，反正三十分钟就 OK 啊。我唔是恁母啊，什么叫做有什么问题找我做决定？你真正惊死哦！哎呀，好着讲，先做准备嘛，对不？我嘛知影袂有啥物代志啦，啊不过万一哦，那真正发生个万分之一的错误，那是要安怎？所以这卖意思是要我来替你担这万分之一的错误就对啦。啊，你今仔日唔是甲小雨讲以后啊，无爱甲我任何的交叉啊？结果即卖人无爽快啊，头一个就想着我，后尾甲我嫌，啊，我甲你斗三工，我都唔知你个什么心态呢？啊，好啦，歹势啦吼，拢是我唔好啦，安尼用个袂，我执念呢安尼。我甲你讲哦。哇！恁罗家峰400亿啊！恁唔通无享受着就错起安尼，恁唔通财产比作遗产，你一算起来真正袂好。啊！你讲话敢一定都要这么歹听啊？啊！搁再讲啦！啊！迄400亿也不是刚刚一个人出的啊！规矩哦，等下是我替你签手续的同意书。啊！我给恁罗家遐钱啊，你就要好好经营，好好运用。等下手续啊，真正有啥物意外，万不利，真正手术失败啊，还是讲？你到底变成变作植物人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赶快来给你签那个插管的同意书哦。好啊啦，啊那拄只那副院长讲这手术的风险真低啦，卖得遐拍这衰啦。风险低，嘛是赶快有风险啊！食饭嘛有可能会过时，噶唔是？好，我即摆认真问你，若是你等下啊，心导管的手术真正发生什么意外，安尼到时阵也是要我给你签插管，还是放弃急救？当年嘛，放弃急救啊！我要跟你讲啦，来，等，你要我放弃急救，安尼到时候你透位，你是要我爽还是要我害？我来继续跟你讲落去哦，我唔免做新导管，我随来调风啦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要去换衫做检查啦。哎，拜托，才到这个岁啊，什么代志拢嘛爱想无边，安尼也咧生气。文小姐的检验报告已经好啊，但不过。需要伊本人家己来替。我是妈妈，敢会替伊领？哦，真歹势，阮的规定就是安尼，爱本人才会当替。你唔相信我是妈妈？哎，我有在户口名簿啦，顶面写得真清楚。我第数完，甲万金桥是我囝关系，安尼我是不是当替伊领？这，我知影恁的规定。啊，不过规矩是死的，人是会当变通的啊。阮查某囝的朋友，伊发生意外，伊即马人伫咧病院照顾伊，所以无方便过来领，才会拜托我过来啦。麻烦你给我一个方便，这份报告对我甲阮查某囝拢真重要，拜托你通融一下啦，拜托呀。好啦，报告在家。嗯，多谢你啊。哎呦，万夫人家拄好，你也来家。哎呦，你受伤啊？哦，规只无细哩，小可弄着尔，无代志啦。哦，嘛是着安尼哦，我药也消毒一下，才袂发炎啦，哈。有啥物话咱好好讲啦，你先停车就对啦。你敢是啥好弄一下，安尼狂心狂心，真正不要紧。这一点小车吼，对我来讲，只是破皮程度，也袂严重，到会死人啊！哼，兄啊，有看无？万夫人啊，看我勇敢啊！卖讲车祸啦，我想哦，就算讲伊开车直接冲落迄断崖底啊，伊嘛不感觉这是啥物货。
哦，亲像你做一个心导管的手术呢，啊，烦恼甲，你只要甲人哦差一大截啦。陈忠信真敢那贵嘞，我绝对袂当让伊发现我已经恢复记忆。啊，若无死搞，唔知了出什么麻烦。老大，你要做心导管手术咯？啊，老夫人奈无对你来啊？你边啊对这陈忠信，等于是吃亏吃有多呢？卖看大位富比啊遐，就算讲富比啊，即马人无伫遐遮，恁共款是一家伙啊呢？恁是亲家噶，毋是？老夫人，你个查某囝叫英仔后生对无？正拄好啦，我今仔带英仔去万条湾要化解恩怨，应该是我讲的话较无要听啦。来来，老夫人啊。你替我哦，甲兄仔考量者，伊较介意你，你讲的话应该较会听。老夫人啊，歹势啦，阿听讲哦，我之前呢头壳较无清楚的时阵哦，对你有较无礼貌啦，哦，一切拢是我的不对，哦，是我的不对。无想要做唔对，我叫你某甲你讲较调的，恁某唔是甲你定调调，第一件事放家杯，不准任何人接近你。啊！你进前甲我扣掉乌白叫，若是你阿恁某无欢喜啊，我是真侪袂起啊。好啊，啊，即摆是安那？万夫人，我若感觉你即摆甲兄啊，还佫有富美真色啊。啊！前两工啊，啊，郑玉甲老夫人来阮家做客啦。啊，可能我跟老夫人较袂合啦，讲无两句，阮就起冤家。啊，我想讲，看郑玉的面子，我就较让伊啦。所以拄则，我就加讲两句，无别个意思。当初我跟老夫人袂合，老早兄弟也无不服我，才害我出代志。哼，当初我是安那目睭搞喇叭，甲忠信的幸福。阿父，你这款查甫人，还是我个代志，我想告辞。前要替我检体去检验，好佳哉，我挂在伊面头前，甲报告提出来，所以落下才出车祸。这种物件啊，直接毁掉就好啊，搁走转来要创啊？唉。靖宇啊，到即马才搁咧去怀疑啦，搁讲伊有外巧，我早就发现你是死了货啊！啊，亲像伊好利好毒，都要出遮尔啊侪代志才感觉会出来。好啊，心妹，你莫搁讲什么死了货啊！这三十多年来，伊都是嫁给万夫人，嘛是你甲靖宇的妈妈，伊疼惜你嘛，疼惜你一世人啊！是安怎你都唔肯好好接受恁妈嘞？我嘛想要好好接受伊啊！啊，不过自从靖宇回来了，伊是安怎对靖宇大细心的？甚至伊阁使人哩，拆破我甲汉良的代志，害我甲汉良差一点啊无命。伊会这么凶，这么绝情，过去的把我当作是查某囝，迄拢是因为看在你的面子上。伊想要巴结你，伊这不是真心疼惜我。我嘛请你小反省一下，先做你袂得人听，我忍你真久啊。我袂得人听，那呢？靖宇就得人听。伊到最后嘛是赶快怀疑你，而且伊搁偷偷再去养你的媳妇，你听伊，迄拢白了讲啊。恁两个莫搁伫只互相算账，好无？新明啊，素安，咱都要好好度过即马即个难关。